干净的呢，你没有冲一下，没有，它真的是旁边那个剥落的屁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差不多了，对啊，有这个要放多少呢？三个平尺下来啊，下了，你说要等它全部，它不可能全部全部上去，下面的壶就温度太高就爆了。我是这个可以拿开来了吗？不行啦。还砸了。按一下电源键。起床了哦。哎，你们要讲吗？他舅舅说不要疯狂讲，想到给他来一下。就跟下面。找 Google。三分钟了，还没了。三分钟了，两分钟，真的两分钟。我闻味道就不像三分钟的味道。我煮都已经不看时间了，闻味道就是。好了啦，盖上去就好，不要怕火，越怕越危险。对，因为才不稳，因为不稳。哎、欸，酒力灯打翻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老塞出手了，化为贵了。这是棒子哦，脚是这样子。哎哎哎哎哎！这里看这里。嗯。哦。嗯，这样子看，热胀冷缩本来就会破。难怪会漏，等一下再换一个旧的。换一个旧。我们还有酒精灯吗？嗯。这个不会太薄，看着点啊。嗯，这不符合我的高度。哇，开始往回吸了啊。对啊，这是物理原理嘛。嗯。那不是泡太多的意思。你没有洗啦，你那个滤网没有洗，不是洗好的吗？对啊，我没有洗好的，你要煮也是要洗一下哦，多危险！安尼你顶一盖无甲加一点，哦，嗯，这最基本的卫生观念啊，咖啡喝不下来，滤网塞住了，啊，最主要什么？开始下雨的时候， Hello, 你没有搅，上次没有搅呢，上次要搅动。然后让它免得咖啡堵在下面，集中在中间，不会咖啡集中在上面。哦，有的人是一个圆球啊，比较好噱头了。但是这个也是就不要堵住，你这样堵住了，下不来了。它还是有在下来一点。它就要苦掉，下不来到。这壶咖啡已经很苦了，这上面已经泡太久了，对。对。要盖啊哈！老三说苦了，应该就差不多苦了。搅一搅嘞，有啦！你刚刚看到在三杯下面。太慢了，这个十秒、二十秒就应该都下来了。
没有洗，那个网子没有洗，你干燥了之后它就会便秘。你一定要洗过之后那木才会才出来，因为它干已经去沙跟沙之间就粘住了。所以你刚才在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它奇怪怎么那么慢，就是你没有洗啊。然后最后才想到那个，所以准备工作没有到哦。对，因为之前都觉得它是干净的。没有，一定要洗，把那网木洗开才能够煮下来上去。所以当学生不能从中间学哦，要从洗卫生开始学哦。塞住了啦，下不来了。从这拉怎么了？嗯、太胖了，一挤成这样。去洗这个，到前面冲一冲。现在排除问题。起来哦，烫。气一声就出来了。因为它下面哈、哦、也已经吸到太真空了，所以吸力大我才拔不起来。我那抽一声，它才会慢慢咖啡就会水就来了，就会下去下来了。这要先放这。可以直接放到，没有用了，这个要洗掉了。现在这么烫也不能洗，会破。好，